关。我以前那些游戏也是很挑选，我觉得走到一关感觉很不错的关卡，是好像是踢前跳，超难的 ，OK 的，还好没有到非常的难，一下，哇，等一下这边一定要靠边 ，OK， 哦这个，跳太低了，再一次，谁说我死掉了？等一下，我发现很多地方，我觉得根本不用踢墙跳。先跑加不，这边跑加不如应该是不可能过吧？我试一次看看。反正离那边那么近，我就跑加不如。要在空中的时候才能不如，再试一次。可以耶。好像不是，这名字可以的。现在那边根本不用地想地，哎，等一下。哇，我这边不行。OK， 这次不会死。可能吧，我就无聊去尝试一下，结果就发现要放筷子，没了。但是忘记咕噜了，跑加咕噜是证明可以过的，是不是可以省点时间这样？咕噜，真的可以 ，OK， 非常的好 ，OK。所以这种无厘头的地方我也没办法。发现我玩的越来越快了，等一下，神经病！我干嘛按停想跳 ？OK， 我挑战，我觉得我。还没在空中就按咕噜，就是会变成立跳，就会死一样。又还没在空中就按咕噜，一定要冲到空中才能按咕噜。等一下，这次是一般跳，这次是一般跳，这边已经按到 A 了。OK， 漂亮 A， 太早起跳。都是太贪心，为了抢筷子又太早起跳，都会死掉。OK， 我觉得这次空中咕噜没问题，然后这次起跳时间，对啊，忘记了，我以为是上面有那个红色金币的地方。等一下，那左边那个洞是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好啦，我们认真玩了，我认真玩，我认真玩。我们真的要直接跑过去，真的要直接跑过去。太晚咕噜也不行。那确定你人已经在空中了，仓库。已经在空中了。OK。这边有。还是有东西的。刚刚随便按机想跳。上面有三一，那边有三十枚。OK。这边有三十枚。我
哎、欸，太晚起跳了，不好意思。OK， 我们快一点，快一点。欲速则不达，这个在我的影片中要说几次？五、哦，哎、欸，这样才是快哦，有够快。OK， 哎、欸，屁啦！我以为还可以。我起来，这关应该是一个非常长的关卡，也非常的难走。按那个节奏叫做快速节奏。等一下 ，OK， 没关系。嗯，只要不要四爷就好了，不要四丢就好了。OK， 下来了，这边要慢慢来，不能倒太大力。欸我不能当太小力啊！大概我又玩了七八次了。啊，又过了五次。有过三次 ，OK， 好，这次不剪了，难得 ，OK， 继续。哦，我又没有说谁说我死了，结果我不小心按到一个力，就真的是。